機，今次同大家講下 Hong Kong Cut 嘅手機應用程式。無論你係 iOS 定係 Android 用戶，只要喺 App Store 入邊輸入信用卡優惠，就可以揾到我哋應用程式噶啦。呢個應用程式入邊，大家除咗可以參與討論之外，仲可以睇啲眾科格嘅最新文章。而喺最近更新嘅版本入邊，仲新增咗兩項嘅功能。今次就先講其中一樣啦。唔知道大家平日行街嘅時候咧，會唔會見到啲好著數優惠，然之後即刻影相 send 俾朋友呢？正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，有好嘢梗係貼大家。睇到著數優惠咧，大家可以利用你嘅電話打開 Hong Kong Card 嘅信用卡優惠呢個應用程式，喺左邊嗰欄咧選擇優惠分享，點選右上角嘅按鈕咧，再揀影相，再寫翻幾句描述，然之後就可以發布噶啦。咁就全世界都知道你有呢個優惠啦。你仲唔快啲下載？